我关心到警政方面的消息，这是嘉义市南京路上传出的火警，起火点是一间汽车的修护厂。嘉义市消防局下报出动到警技小89人，消防车12台，迅速到场抢救。虽然房屋受损严重，但好在并无人受伤。嘉义市南京路再起警团火警，起火点是一间汽车修理厂，火势由厝内来窜出。嘉义市消防局五来分队以及第二分队临车前往救灾。五来分队分队长甘凯奇初期指挥救灾人员展开各项的抢救作业。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宗儒第一时间来到达，也接受到指挥，立即指示灭火的战术，由起火的建筑正门来破门入室。强烈灌水成功有效来灭火，派的大概三个分队来支援。那现场的话，就是我们同仁是看到的时候是业者说他今天没有营业，但是我们同仁来是就是看到我冒出来，我们就破门了，然后第一个时间就把它及时的把火势扑灭这样子。这里面没有人员受困，哦，没有人员受困。那但是就是嘉义市消防局今仔日出动到警消89个人，消防车12台，迅速到场来抢救。火灾现场的厝内受损严重，好佳哉人平安。起火原因由嘉义市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调查当中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